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份工作。我们公司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地址，是我们公司的电话03620680058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每天都有公司的分享会，135的上午11点，246G的下午1点。然后你可以来这边参加的话，就可以得到一张免费的餐食券，并且可以得到一张就职证明书。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工作内容是，居酒屋的工作。然后这边的话招的是正社员2名，工作地点的话他在大阪府，工作时间的话是下午的3点到0点，一个月的月起在25万以上，日语绘画的话只要是日常绘画即可。他这边的话是一周休2天，并且这个店铺的话离车站十分的近。这边工作内容就是接待客人，然后进货之类的。有感兴趣的朋友的话，可以来我们这边咨询。好，谢谢。